就来自第六宇宙。咁我个名咧，嗰、那个新名啊，就系东方饿狼黑龙，黑星个黑。咁今次翻嚟打呢个拳赛咧，就希望咧战胜自己，打败龙心。有冇信心打贏佢啊？我唔打死佢咁啊，當贏咗噶啦。咁啊，我諗如果未操拳情況下咧，咁可能即係以個身形嚟講咧，咁我嘅贏數應該大嘅。但係操咗拳之後咧，冇人知啊，睇下幾勤力嘅啫。你越勤力咧，就越有勝數咯。所以啊，在乎幾勤力咯。啊而家我逐間拳館去試嚇、啊，即係全港九咁樣逐間拳館去試。但係我諗我嘅 focus 都應該會喺中環多，因為佢係即係多外國人嘅地方嚇、啊，就啱我 style。即係揾啲教練同你練習。係，咁你自己有冇話啊？諗住幾要幾多彎就 KO 啊？流馬車咁。幾多彎啊？嗰、那個。嗰個我諗個合約一彎啫喎，一彎啫喎，嚇！即係話幾秒咁樣。幾秒啊？我好難講，我真係唔知喎，真係呢個我諗到期是睇下自己練成點咯，嚇、啊，發揮成點咯，嚇、啊。但係自己有即係之前 ICAC 調查會唔會驚影響到呢個心情？心情一定有影響㗎啦，咁啊，但係咧就咁啊。處之泰然咯，冇乜所謂，咁啊消化咗咪算數咯，嚇。因為驚會啊，可能影響到之後參加唔到決賽啊。呢、這個啊，呢、這個唔知喎、啊，呢、這個唔知喎、啊，呢、這個可以即係之後作安排咯，嚇、啊。自己之後飲食方面點樣啊？暫時都清淡少少，即係食翻生果啊，咁啊。仲未去到真係鍛鍊嗰種嘅情況咯，嚇、啊！即係你去到鍛鍊嘅情況會點極端化？鍛鍊情況我諗聽日就要開始㗎啦，咁啊，即係要早起身啦，嚇、啊，準時起身啦，準時起身跑步啦，跑步跟住食啲生果啊，跟住夜晚我諗六點後就唔食嘢㗎啦，嚇、啊，咁用呢個方法啦，但係今次參加呢個比賽會唔會係啲人話個酬勞？酬勞真係一般啫喎，夠水腳啫喎。係啊，啱啱好，啱啱好夠水腳翻嚟。咁贏咗可能又唔同啊嘛。冇喎、啊，冇咩特別嘅喎、啊。啱啱夠水腳，咁啊，如果贏咗嘅話，咁啊，到期是睇下有冇新嘅機會咯。啊，咁我希望即係打完啲拳賽之後，其實未打完之前，我都想準備。如果有其他人有興趣想搞拳賽，我都想有興趣去。去試下自己搞下拳賽，即係想自己搞啲拳賽比賽。係，係啦，係啦。